沙岗，军旗可钻前阳，隔着篱笆有一座海前方，没有的总想有啊，得到的还盼望，盼来盼去谁愿盼个头心儿凉。给什么啊？转啊！转啊！转的什么给什么？哎，哥们儿，再来一把，来！哎，哥们儿，转了看看，哎，怎么样？怎么样？哎，你看是什么？哎，纸上了！哎，纸上了！哎，别动！哎，这可不算纸上了啊！为什么不算？你看这儿啊，这儿啊，这咋？你这人太无赖了！哎，我无赖，你无赖啊？啊！哎，这小子是骗钱的啊！大伙儿千万别上当啊！就是看一次。这太扯了！妈了巴子的，买不起烟卷，跑这耍无赖来了。哎，转啊转啊转啊，转一下一毛钱。哎，好，我来转啊。真缺，来转。我转。这么说，挺好玩的，转吧。哎，这谁呀？这。啊！你好啊！我借给你钱，不是让你干这个的。哎，他是什么人？你干什么呀你呀、啊、童锁，你谁呀、啊？我。你是谁？
从左。你不是不搭理我吗？借的钱不能不还吧？正好200，你点点。你哪来的钱？这你管不着。不是正道来的，我不要。怎么不是正道来的？这是我朝我大哥借的。给。反正给你了啊，童总。干啥？你把钱给我捡起来。葛童锁，你捡不捡？行了行了，嚷嚷啥玩意儿啊？给你了啊，你拿走。你的钱咱不借了，咱借不起啊。不，这是你的钱。嗯，我踩了你的东西，我赔你。今儿个是你不对，可是我也不应该。不管怎么说，你是个大老爷们儿，我不应该当那么多人的面儿压不住火。没啥没啥没啥，我这个人呐，身子骨薄点儿，可脸皮还够厚啊。闹闹就闹了，我也不在乎。有你这一句话呀，我这肚子里的火就没了。但这钱我不能要啊，我一个堂堂的大老爷们儿，这怎么能要一个老娘们的钱呢？给。让你拿去你就拿去，拿去当本儿，干点正经事儿啊。可是我就闹不明白，你为啥偏要凿死卯子？能挣钱就得了呗。你看人家苏小个子咋来钱就咋干。上头有文件号召，咱庄稼人得发财致富，这没错。哎，可是你别学那苏小个子呀，哎，你得学小庚、兔子王，还有我们家狗剩没死的时候，还有你们家大哥铁锁、喜鹊。这钱是要挣，但得靠自个儿的力气，还得动动脑子。傻狗啊，找不着屎吃，那懒狗找不着尿喝。可你要是去唬别人的钱，那不成了疯狗和懒狗了？啊，真看不出啊。哎，狗剩媳妇儿，你学问还不少呢。我这是瞎说，你不烦吧？嗯，好像还没有烦。你就是烦呐，该说我还得说。你说吧说吧，好心坏心我分得清。哎，童锁，你不是爱喝酒吗？我这儿有，咱俩喝几盅啊。哎呀妈呀，你也喝酒啊？我们家狗剩一死，我常喝一点儿，
不喝，晚上睡不着觉。不过我都是自个儿偷偷喝，怕人家笑话。哎，想喝就喝呗，我不笑话你。那咱就喝呀。喝呗。喝。吃菜吃啊。哦，好，来。童锁啊，这本来是人到难处不能挤，马到难处不加鞭。眼下你正处在难处，我实在不应该多说少道的。可是我这个人呢，是直肠子，肚子里有话搁不住。你呀，不能再这么下去了。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连别人都会拿你当臭狗屎的。男子汉大丈夫就得勤劳致富，就是天上掉馅饼，人也得起得早呢。像你这样的睡到晌午晚才起来，那哪成啊，你说是不？说的是。今天不是我说你啊，我哎呦呵，你干什么？你爹你妈说话你也偷听啊？哎，狗剩媳妇儿，你别骂人呢。我没骂人，骂的是狗。你哎，老苏大哥，今天这事儿可是你的不对了啊。哟，我跟他说话有你刚有你茬啊，他是你什么人啊？你哎，你这哈巴狗啃脚跟，这亲的也不是地方啊。苏小个子，你少胡诌八扯的，有啥话你跟我说。哼，黑灯瞎火的干这种事儿，你磕碜不磕碜啊？哼，我要是你呀、啊，我就自个儿撒泡尿，气死！你别太过分了，你啊！呀，啊，看不出来啊，你这头瘦毛驴儿嗓门还不低呢。怪不得人家说你是属蛤蟆的，五小动静大。你也太损了，你是寡妇心绝无废，你这辈子尖尖嘴儿，下辈子还得让你当寡妇。哈，你呢？你这辈子缺德，下辈子缺德，大下辈子还得更缺德。你祖祖辈辈像耗子，代代都像武大郎。武大郎怎么了？我就要收拾收拾你这潘金莲。呸！行你找野汉子，就不行我偷听。哼，找野汉子，我乐意，我还想嫁给他呢。哟，哼，刚才这话有胆量，你再重复一遍。嫁给他，嫁给他，我就嫁给他。哟，搬了，搬了，哎，过来。哎，别这样！来，甭搭理他，咱和咱的。来吧，哎，你刚才的话可说多了啊！我说啥了？你咋能乱说，非要嫁给我呢？我说了吗？哎呀，你咋没说？哎呀，我是让苏小个子给气糊涂了。那人嘴不好，出去准乱说。哼，说就说去呗。那不好。有啥不好？逼急了，我就真的嫁给你。别，别扯了。我这个人太穷。穷不怕，我跟你一块干，我就不信咱还能穷。那不行，那不行，我这个人挺坏。坏也不怕，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再说我有办法叫你变好。耗子有个洞，麻雀有个窝。童锁，在咱们村儿，咱俩都是叫人家挑剩下的人。
在老爷们中，没人要的是你；在老娘们中，没人要的是我。干脆，咱俩凑到一块儿过吧，行不？别，你不算剩下的，你有人要，苏小个子不就追你吗？你别提苏小个子行不行？那小子不是个好东西。可，人家是万元户嘛，他有钱嘛。童锁儿，你不是说过吗？你娶的是老婆，不是钱。我也一样，我要的是男人，不是要钱。你这个人是有一身毛病，我都知道。可你跟苏小个子不是一路货，该说的我都说了。今晚上我不要别的，就要你一句话。你说，行不？怎么，就你这熊样子，还瞧不起我？你哑巴了？反正这事儿也行。反正好的没有了，坏的也就将就吧。你说谁是坏的？我没说你，我不过是打个比方。都皇长啊！是，好，谢谢。开张大吉，多多关照。祝贺！哎呀，你看你也太客气了，谢谢啊！嗨，你就别客气了，这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你看咱们两家不正好是对门吗？可不，这以后还得请老苏大哥多照应呢。嗨，咱们互相照应着。哎呀，你神通广大，怕是我们想照应还照应不上呢。哎，那可不一定啊。要是再碰见那照结婚照的，你就多宣传宣传我那饭店。行啊，小郭，说真的，你替我包出去一桌，我给你10块钱回扣。哎呀，老苏大哥，你说这话咱可得一言为定啊，你可别拉手往回坐。那当然，你老苏大哥是金口一牙，说啥算啥呀。他那个饭店可不行，你呀，千万别让他把生意拉去就行啊。放心吧。哎，小郭，这童锁要跟狗剩媳妇结婚，你爹同意不？结婚？没听说呀。哎，别听外边瞎传啊。哎，这可不是瞎传，这狗剩媳妇他亲口对我说的呀，他们俩呀还常在一起喝酒呢。小郭，我要是说半句假话，你就把我的脑袋揪下来当夜壶。真的？真的。多少？哎呀，这一大半天咱们就挣296.8元，跟兔子王46分成，咱们还剩161.88元。照这样计算，咱们一年能挣50000多，抛弃上税剩30000多没问题。小姑啊，那咱不成了万元户了吗？那可不咋的。哎呦，哼，当初要不是我坚持，现在你还死守在你们家那个小院里，行吗？对，
对。哎，到了明年，再把大栓那个小饭店也租过来。嗯，咱雇上几个人，好好办个餐馆。我就不信，压不过他苏小个子。乔姑啊，以后啊，我全都听你的。你现在就骑车回家一趟。你说什么？同说给狗剩媳妇搭个上了？可不是。你去把他救回来。哎，爹，喝两盅不？不喝了。爹，你老人家先别生气。畜生啊！畜生啊，我哪辈没记得他的这么个畜生啊。他吃喝毒，浑身上下蹦子没有啊，又想给我领来带孩子的寡妇。哎呀，叫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放啊。爹，咱这话也不能这么说呀。那个狗剩媳妇儿穷不假，带着个孩子也不假，是寡妇就更不假。可人家也是正经人家呀，在庄稼地里也是个好手，咋也比苇子屯的赵寡妇强吧。嗯，这事要我说呀，倒不是人家狗剩媳妇儿配不上咱童锁，是咱童锁配不上人家狗剩媳妇儿。行了，嗯，你们都少住嘴。童锁，童锁。瞧你这小脸儿，童锁，童锁！哎呀，是大叔啊，您老屋里坐啊。我们家童锁呢？童锁啊，在这扒了两口饭就走了。大叔，您屋里坐。不了。哎，您这就走啊？哎。我走了。哎，大婶啊，您老有空抽时间劝劝我爹。您说这事儿我也不好求别人。哎，行啊。哎，您看那不是俺爹吗？哥，回去吧，省得家里人惦记着，啊！哎，我听他大嫂说了，为了孩子的事儿，犯不上生这么大气。再说，你这么大年纪了，可得注意自个儿的身子板儿啊！童锁这个畜生啊！他把我这老脸都给丢尽了。哎，大哥，话也不能这么说。叫我看，狗剩媳妇人不错，就是脾气暴了点儿，可心眼儿好，家里外头拿得起放得下。哥呀，说心里话，
帮他成个家吧，也去去我这块心病啊。大哥，信我话，狗剩媳妇儿不错，可千万别嫌他穷，别嫌他有孩子，别嫌他是寡妇。他这么年轻就守寡，不易呀、啊。哎，大妹子，你别难过啊！哎呀，别难过。哎，大哥，这事儿你们再好好合计合计，行吗？行啊，有什么不行的呢？啊，经济体制的改革不仅会引起人们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的重大变化，我们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要努力在全社会形成适应现代化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要求的文明的、健康的、科学的生活方式，摒弃那些落后的、愚昧的、腐朽的动。枣花啊，你知道啥是文明的、科学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吗？我告诉你吧，咱家这就是。哎，你知道啥是落后的、愚昧的、腐朽的生活方式吗？说不好，我哪知道。我告诉你吧，你过去跟童叟过的日子就是。老大媳妇啊，哎，把童叟给我叫来。哦，哎，小龙，小虎，去把你三叔喊回来。哎，听见呢。爹啊，狗剩媳妇那个人呢，是只朝天椒，那辣得很，现在又穷得底朝天。哎，童叟，你跟狗剩媳妇是怎么回事啊？说呀。哎，童叟，爹问你话呢。他对我有那么点意思。你呢？我对他也点过头。咱们不都是分家了吗？我自己的事儿自个儿琢磨不就得了，还用着你们这么多人操这份心呢？童叟啊，你的事儿没人管，成不成由你定，这是你的事儿。我只向你说一句话，人家是个寡妇，又带着孩子，你别刚坑完了枣花又去坑害人家娘俩。就这，你走吧。大哥，啊，大嫂，哎，
童松，你的事儿啊，爹不反对，我们呢也没意见。嗯，啊。童锁儿，这是我和你大哥凑的，都知道你没钱，这600块钱就算我们送给你的。不，大哥，大嫂，我不能要你们的钱，钱我自个儿能挣，我不能再挂脸你们了。哎呀，这算啥挂脸呢？给你啊，你就拿着。眼下你不是正急着用钱吗？不用不用，我不急用。这么说你跟狗剩媳妇那事儿还没定？那事儿就算定了吧。你真定了？嗯。二嫂，今儿我们来想通算。你哎呀，瞅啥玩意儿啊，进来。二嫂啊，二嫂，今儿我们来想照张相，要一尺的哦。嗯，放两张。行啊，那就照你们俩吧。哎，别，这还有孩子呢。哎呀，我差点忘了。行啊，银锁啊，哎，快来，童锁来了，老三来了啊，给他们照张相。哎，好好，快。来来来来，走走走。哎，好好好，靠近点啊，好，下一点，准备了啊，看这儿。好，挺好。二嫂啊，正好12块。啥？哎，这价格表上写着呢。童锁，这拳头往外打，胳膊往里翻，不管咋说咱还是一家人，别跟我扯这个。哎呀，二嫂，别，这怎么行啊，你们也不易啊。可不是咋的，干这玩意儿挣不着啥钱，不过呢我们就是再穷也不能挣你们的钱呢，是不是？哎呦，我说老三呢，都是一家人，能收你的钱吗？二嫂，这不行。哎呀，童锁，这还没结婚呢咋就得了气管炎了呢？哎呀，这别扯了，嫂，这事谁说了也不算，就算我给孩子的啊。哎呀，拿着，那就谢谢二嫂了。哎呀，不用谢，那我们走了。哎哎，二嫂，干啥？咋样啊？啥咋样？哎呀，我跟他呗。哎呀，订婚照都照了，你还问我干啥？哎呀，我想听听你的意见。行啊，比你跟枣花强。嘿嘿嘿。哎，枣花，我告诉你件事儿。啊，啥事儿？喜鹊呀，和铁锁来信了，还给咱爹烧钱来了呢。他俩挺好的吧？那当然了，我跟你讲啊，最近呢，刚分了一套新房子，听说啊，拉屎撒尿都不用出屋了。啊，哦，哎，他们俩在信里的还嘱咐我们呢，一定要问你好。真的？哎，我告诉你啊，我们家童锁跟狗剩媳妇儿就要结婚了。啥时候？哎，都到乡政府登完记了。哦，哎，枣花，嗯，你想啥呢？哎，啥也没想。不对，你骗不了我，你肯定想事儿了。想啥呢？告诉我。啊，小哥。嗯。这几天有啥新闻没有？你指哪方面的？
哎呀，啥都行啊。没有啊。那我咋听说狗剩媳妇她跟啊，那算啥新闻呢？你都听说了？早听说了。这世界上真是啥事儿都有，那俩可够般配的。这真是应了一句话，烂锅自有烂锅盖，蛤蟆自有蛤蟆爱。小庚，咱们不要说人家。好好好，你不愿听我就不说了。哎，小哥啊，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商量。说吧。我不说。哎呀，你就说吧。我说出来你可别生气啊。你尽管说，我不生气。你说狗剩媳妇结婚咱们要不要？你是说送礼的事儿吧？啊，咱凭啥送啊？看你刚才还说不生气呢。我也没生气呀。咋没生气？脸都黑了。枣花，我是说像咱这样的人家没必要搭理他们。你想想，你跟童锁那都是离了婚的人啊，再送他礼这合适吗？哎，我说这话可不是舍不得那几个钱呢。我知道，可我想送礼又不单是冲着童锁他。那你冲谁啊？冲狗剩媳妇儿？你欠他啥呀？嗨，话不能这么说嘛。小庚啊，我问你几句话行吗？大还用说？咱俩结婚前都谁心里有过你？香草，这事儿我没瞒你啊。还有谁？不是还有狗剩媳妇吗？哎呀，他那是一厢情愿。哎呀，不管是一厢情愿还是两厢情愿，那人家都是一份情谊。再说了，咱俩结婚的那个时候，人家东院从我爹到铁锁、喜鹊，总共送了好几份礼，你都忘了？没忘。那现在轮到人家办喜事，咱那样好吗？行吧，那就送一份吧。哎，送礼可以，可有一条，别送到东院去，送到狗剩媳妇家。行啊，我听你的。你再站着，哎，就到这边。哎，你再往上点，行吗？行，戴这朵行吗？行，多好，照照镜子。太花了吧？哦，这朵行吗？行吧。快来看呀！好。哎，行，你这家哎。再抿抿，大妹子，啊，这是枣花送的。枣花，她说了是跟小庚他俩合计的，她人呢？她走了。哟，小庚谁那事儿呢？哎，枣花是送礼呢。他俩真行，不错。哎，狗剩媳妇儿，你把人还闷在鼓里呢吧？咋了？我去看过了，他们说你是寡妇。啥都准备好了，一切都按着老规矩办。啥呀？他们叫你跳火堆搬水罐。
西边有河，前面有城，后面有酒楼，究竟是先有山还是先有河，究竟这挂老车走的是哪道辙，上山稀里糊涂过河。